DJ Soda 魔鬼的身材搭配上天使的脸孔，圈粉无数。近日他登上卓在勋的网络节目，被问到与富豪交往一事，让他感到相当委屈。DJ Soda 被传出和有钱人交往，他表示真的很委屈，频频摇头否认，说到我每次都跟很穷的人交往，但却常常有传言说我跟富豪交往，真的很烦。我也想真的跟富豪交往看看啊，一字一句都充满着委屈，也表示谈恋爱的时候都是他买礼物给对方，而且他再度澄清，目前真的单身中，没有男朋友，就连男生都很少会主动搭讪他。许多网友们听完 DJ Soda 这么说，都纷纷感到很吃惊啊。